我很高兴啊，同奥比昂总统先生我们再次会面。你是非洲资深的政治家，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。中方积极支持赤道几内亚经济社会发展，我们也始终记得贵国向汶川地震灾区人民雪中送炭。在云南省金平县捐资建设希望小学的善举，两国间这种相互支持，正是中国同非洲国家真诚友好、携手发展的生动写照。